好，咱大家差不多5分钟，好，咱搁再等5分钟的时间，然后就要到尾咧报道，吼，到尾大家都准备好，咱个平车好势，咱搁再5分钟，咱就要来开始个报道这个研讨会。好，请咱准备一下先，吼，啊，伫迄个报道的所在，边仔咱有准备好茶水，吼，咱有需要人，咱通注意来处理哦。好，咱大家做一个报道，多谢。 欢迎大家来永康教会啦吼，我是永康教会的牧师，啊，遮无要讲请进来，讲咱若需要去洗手间吼，女的是伫一楼一栋的一楼边啊，侧边遮女的伫遮，啊，即个侧边的后壁，遐嘛是啦吼，遐嘛是，啊，男的伫隔壁栋的一楼的上边啊，隔壁无一楼上边啊吼，咱若需要去洗手间，即两个所在。 啊，咧，有兄弟，大家平安。平安。咱真欢喜吼，啊，下晡有一个时间，咱有一个所在，咱要做伙来有关教会老人常时间的这个研讨会吼。啊，足欢喜啦！咱即届真特别啊，对青年会、吼，安息啊，然后咱的乡里传教这个中心，甲咱台南中会吼，咱做伙来主办这个活动。吼，咱不妨通过这个研讨会，咱就较开始，吼，搁较侪的心，搁较侪。 咱同伫遮来三甲关心有关，特别是老人的议题。哦，咱要感谢台新哦，咱要请主办单位吼，关心的林敬良林总干事，啊，台新来甲咱讲几句话。谢谢吼，啊，苏老师、林老师，伊个咱在座各位朋友，咱各位主人兄弟大家平安。平安。啊，真欢喜咱这是将着事第一遍，咱会当外边人地区敬到，咱三甲做伙。 啊，来研究这个多元化。咱知影一个国家吼，人65岁以上的老大人超过7%，咱这个国家算多元化吼。咱台湾即摆用10.2%，即要10%。啊，若10%以上吼，就算5%，较5%的社会。啊，咱台湾即摆用10.2%，要11%。日本吼，至少要到20%，哦，日本到20%上下，哦，10到20%。啊，日本人真退休。
啊，当然咱高龄化的社会，咱这老外人真需要，就是讲会当陪伊啊，后壁时间真娱乐，啊真重要，啊能得到真济的快乐。啊，所以咱万古即届研讨会就是讲，咱坐坐台南地区的教会已经开始用咧做一寡遮个老外的项目，包括上联大学，包括一寡古店吼，咱会当看咱的手势知影。那台南湾区伫这十几年来吼，咱也有做遮个老外的项目，有伫干教务，有辅导服务，有送餐，啊嘛即马有做业务吼，一直平平叫落，甲阮啊完成这个土地做业务。那咱今仔这个研讨会的目标，万古就是。啊，我知影坐坐教会，咱即马啊，真坐教会拢开始咧做遮，但是有教会伊也有想讲会当来啥物款提供，或者老伯人，或者高龄者，无论是咱教会兄弟，还是咱社区或者老伯人，会当伫教会的即个空间也好，或者讲咱教会有阮兄弟比较志工，会当来服务吼。啊，咱万不今仔咱即个啊，即、這个研讨会，咱特别我爱多谢迄个新台啊，新丰大学。老人学的研究所刘立凡刘老师，伊向阮有真好个即个互动吼，啊，常常带学生来阮遐实习，啊，伊有真侪对即老人即方面高龄者要怎照顾，而且例如咱等下嘛要请伊来甲咱分享。咱毋茫讲到尾，咱开始做老大人个工课，无一定咱做甲真困难个。咱若先做着简单个，其实老大人个服务各种无共款个赞助。啊，今仔日就是讲要甲咱介绍有啥物款个可能性吼，啊，大家。当一只回去，当去讨论啊，以后有机会当来做这个工作。啊，咱唔好讲，咱结合起来，咱大台地区后摆咱有这个资源，然后教会要做这个，咱会当请到什么款的教会来，是讲咱一个平台，大家会当这个啊老大人工作服务来进行。啊，所以今仔日啊，伫这真欢喜，咱有侪侪这个兄弟当来做伙吼。啊，伫这咱我特别感谢咱台南中会宋老师家吼。啊，佮有咱迄个啊，新南医上南教会迄个啊，策略研究中心啊，特别爱多谢恁牧师吼，今仔提供咱永丰教会啊这个所在，互咱来做一个面试，非常好，啊停车也非常方便，咱是拍鼓来多谢恁个牧师。啊，最后咱祝咱今仔日啊，咱这研讨会当真顺顺吼，啊大家拢会当真啊有一寡收获啦吼，多谢咱大家，多谢。多谢咱湾区林建荣总干事吼，啊，咱接线，咱嘛要邀请咱台南中会吼宋信义牧师，咱的义友吼来甲咱讲几句话啦。即摆咱得到中会真大个帮助吼，啊，通过安尼发批，啊，甲邀请联络安尼吼，咱同款真欢喜欢喜。咱今仔是有三十几间个教会伫即个所在，咱要做伙来遮做研讨吼，啊，若请宋牧师来甲讲几句话。各位兄弟姐妹，各位牧师，大家大家平安。但是咱有真好的信仰，加做咱的瓦壳甲盼望，信耶稣有平安。不过，这个物件唔是一个理想，也唔是一个口号。实际上，尤其是咱基督教的，咱真清楚，耶稣基督加做咱的盼望，加做咱的平安。耶稣基督安怎？伊毋是高高在上，伫迄个所在，敢若观看世界。伊着屈起伊家己，倒来道成肉体，倒来做一个犹太人，做一个普通的人，甲人做伙，了解人实际的欠缺甲需要，然后互人对肉体食饱，到灵魂活命的方式甲得救。即款道者肉体的信仰，就是要甲咱讲，咱每一个人认捌即款的信仰了，伫现实世界内面，咱犹原有真多真要紧，因为信仰即款的耶稣基督道者肉体，带予咱通学习的，就是伊人现实即个世界中间，安怎样？甲所有的人相佮做伙，来继续敲找上帝的困难甲稳定，帮助咱伫实际上生活中间，迄、那个苦难的超越，迄、那个困难问题的超越，就是因为安尼，所以才会宣教士来到台湾，
早期的宣教士来到台湾，来到这个所在，看见台湾的社会的需要，所以大声看见百姓的需要。长老教会，是的，长老教会有真侪人甲咱挑战。十外工前，二十外工前，时常人甲咱挑战，就是讲长老教会插政治啦，干那爱插政治。若是我拢时常甲我的朋友、甲我伫新南教过个学生讲，恁先看清长老教会啦，长老教会毋是干那插政治，长老教会看见台湾社会需要，对病，对不对？北平马街病院、南平新老病院，病院开始积极办教育。办教育就是当时社会需要，咱看见，所以伫北平有金陵大学，有即个淡水淡江中学，也办新学院。伫咱南平呢，有台南新学院，有中英中学，有如何中英女中，开始来教育当时的台湾社会人民。然后社会改变了后，开始看见对农业社会变作工业社会，迄、那个改变非常大。已经打破咱迄个农村社会一个家族，十外兄弟姊妹啊、亲戚、朋友、孙啊，伫咱拢总带做迄款个形态，开始一步一步用小家庭个单位出来个社会，进入工业社会时代。咱看见即个问题是倒，即个家庭开始需要咱去共关心，所以家庭协同中心来帮咱家庭搁较温暖、搁较贴心、搁较贴心。看见社会进入工业社会了，有真侪困难，所以咧，咱开始来办这个啊劳工团队，来办这个真侪只啊劳工教育，等等只拢咧讲起咱教会耶稣基督是伫人的中间，伫人需要下面，甲这人相合做伙，迄个内面有上帝有在，所以兄弟姊妹，过去咱真侪教会办幼稚园，对不对？迄个时代过。因为过来无啥有囡仔，过来囡仔生甲真少，确定恁注意听，可能有这方面的资料。囡仔生了少，北京有讲少子化，咱的社会影响足大，影响足大，哦，足侪问题产生，其中一项问题就是，咱即个少年囡仔少，渐渐变大了，咱的社会老人人数愈来愈侪，少年的要饲老人。整个国家的国力来看，真大真大的负担。啊，若安尼，咱教会安怎样伫这个社会变化中间？咱过去想着讲，伫教会办组织好，对这个囡仔的需要，咱即马敢有看见讲，今日咱的老人，咱高龄阶层愈来愈侪啊，这个人，咱安怎样继续来为着这个人的需要来服务？所以，台湾中会有通过这个中年关怀这个敬德牧师大家关系的。甲即个奖励基金，摕到即个消息了，感觉拢好，咱就会来配合，来举办即个老人事工的研讨会，嘛，互咱知影一寡有关政府伫即方面，事实上，照我所了解，政府嘛知影讲咱的年龄社会年龄老化真紧，啊，即个囡仔出世的数量少，所以政府嘛看见即款的趋势了，用政府的资源，安怎样来配合来做好？关系即个老人的工作，所以即个物件不但咱教会当做，也是讲咱个人会当参与什么款的中间，即拢真好。所以咱今日办即、這个研讨会，把咱即个所在来想，安怎做较好势哦，啊，哦，咱伫即个年龄渐渐大了，咱会当活得健康，活得快乐，搁会当活得有尊严，活得有尊严。我做无出的感觉实在是上解未当接受的、就是，看你。小部分的会友，啊，甲许多人去去安养伊。虽然是安尼，还感谢主。大部分咱到下下，起码甲老人、甲咱的许多人去安养伊了，还可以去出钱，还可以三不五时啊去遐看一下，啊，教会会友去遐看一下。我若去老人，介侪机会，介老人伊的这个员工，伊甲我讲完了，伊说我有迄个排外。每一间老人院加减三五个。有迄款的人，安怎？今日是坐在了，我最早连纳钱都唔得，开始即马有一个问，有一寡困难的问题发生，请这个囝儿是来，无要插，
变作啥？变作是一个，互人淡掉的迄个什么什么的物件。我若听到这款的，我感觉啊，真正实在是好嘞，吼、哦。所以咱大家在这个所在啊，用一寡时间啊，有学者，啊，有实际工作者 ，YMCA 这啊，共实际工作者，哦，啊，现在帮助咱更加了解一寡这时间，啊，咱教会。想办法看，会当做甚款来配合，哦，咱这个啊时间做了真好势，啊，伫社会上会当更加侪人去着照顾甲福气，啊嘛用安尼无形中来见证上帝名，实在是无限量的哦。伫人的需要中间，互咱逐个人欢喜欢喜来参与，每一个时代无同款的工作，这是我个人这个所在感受，甲咱参加分享的。啊！希望咱这个所在会当得到真济，伫这个所在也真欢喜快乐来学习、来了解，然后咱会到会会更加具体行动，啊来做一款老时间的关怀的这个工作，这是我简单的一个讲几句的遮啊，希望咱大家这个所在进步，会学习济济，上面祝福咱，多谢。